是地卷130太史公自序其在专序命南正崇以司天北正离以司底唐虞之际少崇离之后始复典之至于夏商故崇离是秩序天地其在周成伯修武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受而司马氏司马氏是典周史会相之前司马氏去周氏境境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入所营南正崇以司天或正离以司底按张燕云南方阳也火水配也水阴不应南正崇司天火正离兼地直臣赞以崇离是是司天地之官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字非也杨雄乔州并以然爱国与离火正以纯要尊大光照四海又幽通复云离纯要于高星则火正是也注题解因上曰风成国国修复字也所引按崇思天而离思底是待去天地也据所事重视少好之子离乃专去之应二是二正所出个别而是天地欲和二是一故总云在周成国修补其后非也然后按后标之序及干宝皆云司马氏离之后是也今总称国修府是崇离之后者凡言地及举天称离则兼重自是相对之文其实二官已通直然修补则离之后也亦是太史公欲以使己任言天代 page.2286 天官所以兼称重耳正义瓜地至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阳东21周之城邑也杜正义司马彪去云南正离后是司马氏杜所引按司马下官卿部长国史自是千代监史魏宏云司马氏周史义之后不知何举杜题解张燕曰周惠王襄王有子回属代之难故司马氏登进注所引按左氏随会自进登秦后乃登魏自魏还景故汉书云会登秦魏也注所引古梁国也秦灭之代曰少梁后名夏阳正义按春秋随会登秦其后自秦入魏而排晋也随会晋中军将少梁古梁国也隐姓在同州韩城县南22是时属晋自司马氏去周氏晋分散或在魏或在赵或在秦其在魏者相中山在赵者
一传见论显坏会其后也。在行者明错，欲当泥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发属，遂拔因而守之。错孙敬是武安君白起，而少良更名曰夏阳。敬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君，孩儿与之俱赐死不由，葬于华池。敬孙昌，昌行主铁官，当吃黄之时，快溃玄孙昂武姓君将而寻朝歌。诸侯之相王王昂于阴，汉之发楚昂归汉，以其地和内郡。昌生吴泽，吴泽汉府城，吴泽生起习武大夫，卒兼藏高门。起生谭，谭太史公。注集解徐广曰明起也。注所引按和法圣敬书及司马氏系本名楷，正义和法圣敬书及敬乔王司马吴季司马氏系本皆云名楷。注集解符前曰是善传见也。苏灵曰传守伯论而是之。敬卓曰知计无起赞曰非信人连勇不能传简。Page 2287论兵书也。所引符前云代善见也，按借所以称传也。苏灵云传作伯，言守伯论而是之，所以之名也。注正义无怪反，如纯云似可传之快会也。注集解苏灵曰守郡守也。注集解虚广曰以作其，所引上因西各反，下因即兴反，汉书作其。注集解文隐曰赵孝成实，注所引下因由李琦曰一名在咸阳西，按三秦记其地后改地者也。注集解定卓曰一名在户县，所引定卓云在户县非也，按司马迁碑在夏阳西北寺，正义瓜地址云华池在同州韩城县西南西石，在夏阳故城西北寺。注所营按敬乔国司马无忌作司马氏系本，云快会生朝遇，朝遇生现，现生昂。注集解虚广曰张耳传云吴臣字号吴姓君，所引按汉书吴臣号吴姓君。注所引汉书云项羽封昂英王，注所引汉书作吴则并因义也。注集解苏灵曰长安北门也，赞曰长安城五高门，所引按苏说非也。按前碑在夏阳西北郡华十三，正义瓜地至云高门原俗名马门原，在同州韩城县西南十八，汉司马迁墓在韩城县南二十二，
夏阳见不成东南有司马迁，在高门原上也。注集解如淳曰：汉一度太史公武帝止，位在城乡上。天下既书先上太史公，复上城乡，叙事如古春秋。先死后，宣帝以其官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赞曰：百官表无太史。Page 2288。公茂陵中书司马谈以太史承太史令，所引按茂陵书谈以太史承太史令，则公者先所著书尊其父云公言，然称太史公皆先称述其父所作，其实亦先之词。而如淳引魏弘仪著称魏源在城乡上，又以按百官表又无其官，且修史之官国家也有着传，则令郡县所上图书皆先上之，而后人不巧误以在城乡上耳。正义于起至灵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子周至汉其职转卑，然昭惠作位有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属仍以就名尊而称也。按下文太史公既掌天官不至名，又自曰天，又云卒三岁而天太史公，又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破，又云汝父太史则续无祖以观此文与喜说长，乃书谈及先太史公者皆先自书之。汉旧疑云太史公至2000石，足是皆至200石，然赞即为昭桓谈之说皆非也。以桓谈之说是在五本纪也。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益于杨和，其道论于黄子。太史公是于建元元封之贤，闽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失备，乃论六家之要旨曰：主正一天官书云兴则唐都也。注集解徐广曰：淄川人。注集解徐广曰：如宁传曰黄生，好黄老之术。注正义不内反云背或也，各习诗书或于所见也。亦大传天下一致而欲败律，同归而殊途。辅阴阳如莫明法道德，此物质者也，执所从言之义鲁，有省不省耳。常且观阴阳之术，大详而忌讳，使人居而多所谓。然其序四时之道顺，不可失也。儒者薄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Page 2289。别不可易也。
墨者简而难尊，是以其事不可寻，然其详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加言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简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和无形，善足万物，其数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如墨之善，说明法之要，欲时先移，因物变化，易俗失事，无所不宜，制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畅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变浅，处聪明，顺此而任数，辅神大用则节，行大劳则逸。行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注集解张晏曰：未以系辞。正义张晏云：未以系辞。按下二句是系辞文也。注所引按六家同归于正人所从之道书图，学或有传奇醒好，或有不生者耳。注集解虚广曰：以作祥，因爱彼其曰月令心观，是其之业也。所引按汉书作大祥，言我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今此作祥于一书也。正义不也王云：祥善也，吉凶之先见也。注正以言居数于日时，命人有所忌讳也。注正以为云墨宅之术也。上简后由隋朝子传其术也。注所引阴片寻言难尽用也。注所引按名家流出于礼官，古者名谓不同，隐逸艺术，孔子亦也正名乎。按名家之礼以艺术是简也，受命不受辞，或失其真也。 Page 2290. 注所引善因福厌反，汉书作胆不经自意也。注集解如纯曰：之雄首思是序见也，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序见也。注所引如纯曰：不上前绝圣极致也，辅阴阳四十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不曰使人居而多畏，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夫顺则无以天下纲纪，不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注集解张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节就中气也，各有静气为日月也。辅儒者以六艺法，六艺经传一千万数，类似不能通其学。
当年不能就其礼，不约薄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许夫妇长幼之别，知己百家弗能易也。末者亦上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唐高三尺，土皆三等，毛瓷不剪，彩船不刮，食兔鬼，辍兔禽，立梁之石，离火之根。夏日葛衣，冬日露裘，其送死，同观三寸，举应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依四万民之律，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是一时宜，是也不必同，不曰简而难尊，要曰强本节用，则人得家族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知己百常弗能废也。注所引按自此以下韩子之文，不称曰注正义乌，盖曰辞一毛复乌。注所引为朝云彩船一催也，正义采取船不刮削也。注其解虚广曰以作，因暗伏前曰土鬼。Page.2291 用处作此器，注正义云鬼所以胜犯也，行所以胜耕也，土未烧土之即瓦器也。注其解张燕曰一胡粟西港米粒，赞曰五豆粟三豆米粒，因拉为朝曰礼坛也，所引伏前云粒粗米也。三仓云粮好粟，正义礼粗米也，脱粟也，粮粟也，未食脱粟之粗饭也。注正义离似或而表赤，或豆叶也。注正义以红木棺厚三寸也，法家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曰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常用也，不曰言而少恩。若尊祖卑臣，宁分职不得相与也，知己百家弗能改也。注所引按彼，亲亲副手，尊尊君首也。宁家喝茶搅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绝于民而失人情，不曰使人简而善失真。若夫控民则十三五不失，此不可不察也。注其解伏前曰矫阴尽矫乎，未凡也。如纯曰矫绕有缠绕，不通大体也。注其解静浊曰隐凝则实，参错交互明之事情。道家无又曰无不其实应行，其辞难知，其数以虚无本，以因循用，无诚意无常情，故能救万物之情。不悟天不悟口，故能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也，有度无度因物与合。不曰圣人不修，实便是守。虚者道之常也。
阴者君之刚言，臣定止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生者谓之端，实不重其生者谓之缓。缓言不。Page 2292。听奸乃不生，贤不孝自分，白胚乃贫，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奈何大道混混明明，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行也。神大用则节，行大劳则闭，行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行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行，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助正义无者，守清净也。无不者生育万物也，助正义各受其分，不亦行也。助正义幽深为妙，故难知也。助正义任自然也，助己解为昭曰应物止。助正义因时之物成法也，助正义因其万物之形成度与和也。助所营不曰圣人不求至阴者君之刚，似乎鬼谷子先引之以成其章，故称不曰也。正义言圣人教不求灭者，瞬时变化。助正义言因百姓之心以教，为执其刚而已。助己解虚广曰因缓空言，因爱立其曰生别名也，所引缓因缓。汉书作缓，缓空言。不深子云缓言无成事也，生者名也。一言时不称名，则谓之空，空有生也。助正义上乎本反，混混者元气神者之也。助己解为昭曰生气者神也，知体者行也。太史公既早天官不至明，有子曰先，先生龙门耕木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雨雪，窥九夷，浮于原乡。Page 2293。北社文寺，讲业其鲁之都官，孔子之遗风，乡舍邹邑，恶困活薛同城。不良处亦归，于是先是郎中，奉是西征，巴蜀以南，南略穷则昆明，还报命。助己解徐广曰在冯邑下阳县，因按苏陵曰雨所早龙门也。正义瓜地至云龙门，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其山奔黄河，下雨所早者也。龙门山在下阳县，先即汉下阳县人也，至唐改曰韩城县。住正义河之北，山之南也，岸在龙门山南也，
注所引按天吉是浮生，是学宋古文尚书。刘氏以左传国语气本等书，是一名古文也。注其解张燕曰：与寻受至会稽而封阴葬焉。上有孔雪明前云雨入此雪，所引月绝书云与上茅山大会稽，更名曰会稽。张伯伯陆云本名苗山，一名父府与会诸侯祭公，盖曰会稽。上有孔号曰雨雪也，正以瓜地至云石经山，一名玉寺山，又名万尾山，即会稽山一也，在会稽县东南18。吴越春秋云雨按皇帝中经九山，东南天主号曰万尾，赤壁左缺之田，成以文玉，复以磐石。其书经简清玉字，编以白银，皆撰其文。于南东巡，登衡山，写白马以记。于南登山，仰天而笑，忽然而卧，梦见绣衣男子自称悬疑沧水使者，却以父母之山。东故谓与曰：欲得我山神书者，其于皇帝之月炎炎月之下，三月即更登山发石。于乃登万尾之山发石，乃得经简玉字，以水泉之末。山中又有一雪，深不见底，谓之雨雪。使天云上会稽，叹雨雪，即此雪也。注所引《山海经》云：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泉，在引道。Page 2294。南其山九峰皆相似，故曰九夷。张燕云：九夷顺葬不亏之。寻上叹雨雪，盖以天圣所葬处有古册文，不叹亏之，一搜才远矣。正以九夷山在道州，注正以原水出朗州，湘水出道州北，东北入海。注正义两水出兖州东北而南利路。注其解徐广曰：一阴一县名有山也，活阴皮邹活薛三县属路，所引活本阴翻经阴皮，按田切路即云林地末，有汝南陈子游鲁乡子游太玉陈三字也，国人会而改焉。若读其说，则三改活活皮生相近，后见俄耳。然地理至鲁国三县，因少曰诸国也，因皮正义都县名以山名，一山在邹县北22，地进取阜，与此行相射之里。瓜地至云徐州横县，汉番县阴番汉末陈番子义鲁乡，在阴皮田县鲁纪曰林地末，汝南陈子游鲁乡陈三字也，国人会而改焉。
注籍解徐广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一五郡。其明年元丰元年是也。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风，而太史公刘至周南，不得已与从事，不发愤且卒。儿子先世是反建父于河洛之贤。太史公执先守而弃曰于先周氏之太史也。自上始常显功名于余下，变天官史。后世中衰，绝于与乎汝父太史，则续无祖矣。今天子皆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于此，汝弟太史。太史无望无所欲问着矣。且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辅天下称宋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州少之风，达太王王继之思虑，元及公刘以尊后继也。拥立之后。Page 2295。王道缺，立乐衰。孔子修就起废，本诗书左春秋，则学者至今则知。自霍灵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间，史记放绝。今汉卿海内已统，民主贤君忠臣此义之始，于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于甚惧焉。汝其孽哉！先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息论先人所赐旧文，弗敢缺。”注籍解徐广曰：“至于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阳，所引张燕云自陕以东，皆周南之地也。”注正义与音语，注籍解音按年表：鲁哀公十四年霍灵，至汉人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卒三岁而迁太史令，抽史记时是经愧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世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祭。注所迎伯物质太史令茂陵贤武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一卯除六百旦。注籍解徐广曰：“抽阴抽。”所引如淳云抽彻，旧书不是而自述之。徐广因抽，小云抽为最极之也。注所引暗示至今会接国家藏书之处。注籍解礼其曰：先太史后五年，是当于武帝太初元年，此时属史记。正义按千年四十二岁。注籍解徐广曰：封禅序曰：封禅则万灵往不应四。因按为昭曰：告于百神，与天下更是着己于世。
所隐于起至凌云改立于宁唐班之于诸侯诸侯神之主不 Page 2296曰诸神受祭孟康云巨芒祝融之属皆受瑞祭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又能少宁氏正义传记春秋本诗书里乐之记忆在思乎忆在思乎小子何敢让焉著所引先人为先代贤人也正义太史公司马迁也先人司马谈也著所引按孟子称尧舜至汤五百余岁汤至文王五百余岁文王至孔子五百余岁按太史公略取于孟子而杨雄孙上身所不然所谓多见不知量也以纯气育才其有常数五百之奇何必甚奇是以上皇相此或有万龄前而唐尧舜与比肩并列降其周氏圣贤迎朝孔子之眉天在末四安在于千年五百乎巨数作者待记住